以后常联系。你真走啊？辞职了，我们江湖再见吧。王助理，我辞职了，可能会给程总带来很多不便，要不你再辛苦一下吧，谢谢。陈总，听说令寻寻离职了，好像跟程丽闹得不太愉快。给令寻寻安排一份工作吧，做得隐秘一些，工资标准给高一点。好。喂，朱泉。你好。你好。哦，我是莫尔酒吧。这边请。来，坐起来。回忆网。我要给我朋友打电话，让他接我回去。不用不用，朱泉。我带你回家。慢点慢点慢点。来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个人到酒吧喝这么多，人家还打电话让我去接他。让你去接？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好照顾他吧。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衣服，来来来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别装了你，怎么回事？说。什么都没发生。勾引未遂啊？哎，未遂。其实都差点亲我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又忍住了。
哇塞，哎，这灰衣王也真行啊！你都这么主动了，还坐怀不乱。本来呢是想试试他对我的感情，结果把自己试出来。丁玄玄，你不会是他派来的间谍吧？你们俩这么多年真的是够累的。我觉得我要摊牌，我忍不了。李老板，有人买我的画，请问是谁啊？可以跟我讲吗？你把账号给我，我把钱打给你。但买方要求保密。李老板。哎，尹小姐。这画是你买的？你的画都不能称之为画作，我一个职业画家怎么会去收藏呢？那为什么还买我的画呢？我在几十个年轻画家里面选了你的作品，我觉得你的技巧和画风跟我的要求比较吻合。谢谢。但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做包装设计，我这里有一幅很满意的作品，作者很了解我们的产品需求，但是他不是专业的画家，在呈现方式上还很稚嫩，我希望你能拿去看一下，做一下参考。这是影印版，你去画廊拿一下原版。另外我会请一个专业的工业包装设计人员来协助你。所以这画是程丽买的？你自己猜出来的，我可没说。